15岁的我，在婚纱摄影基地的蓝白房子下拍下人生第一张婚纱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梦幻小房子的原型是在圣托里尼。从此，要去真正的圣托里尼拍婚纱，变成了我与自己的约定。为了他，我走遍这里每一个地方。终于来到此处，这个被爱琴海环抱的岛屿是大自然最浪漫的创造物。气人的蓝，纯净的白，天地间它是最圣洁的一抹存在。在这里，只想与所爱之人一起慢慢老去。在这里，我要完成那个与自己的约定。这些年，因为工作原因穿过很多次婚纱，但今天这一次是为我自己而穿。从北京一路背着婚纱来到希腊。Wedding photos? But you don't have a boyfriend? Yes. How is that possible? Just give me the memories for me, for myself. Okay. Okay. 这一刻，我和15岁的自己一起来到这里，一起勇敢，一起疯狂，一起去看最美的风景。